说，我想问一个跟坤哥地理之路有关的问题，就是您下一步的那个作品的话，你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刚刚拍完了一个戏，是一个商业商战的戏。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 sales， 就是销售总监。我演了一个很有理想、很有情怀，并且在从事这个职业过程里面找到内心真我的这么一个角色。我很热爱。刚刚拍完，也就在十月份吧拍完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去拍，我想接下来我会去拍医生的一个角色。之后呢，我会再拍医生的角色。之后我可能想是再饰演一个古代间谍的角色。之后呢，我会再演一个父子的儿子的角色。之后还有几部戏在拍。对。哇，今天我们粉丝都特别的开心，又听到有那么多的作品要出来，非常感动。因为坤哥他，您这边应该是前两天就到重庆了嘛？我们看您分享了一些美食和家乡的美景，然后我这边呢也再次代表我们粉丝，希望坤哥多回家乡看看，然后也多给我们家乡的一些企业产品做一些推广和代言，比如说 CS75 这5 Plus 这么好的一个汽车，好的，谢谢。我们现场其实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哈。